学长。怎么那么久？我刚本来要洗澡。那你先洗啊，我等你。我水龙头好像坏了。水龙头坏了，那叫 housekeeping 上来看一下。不用啦，我再检查就可以了。你再检查水龙头。哦。好像好哎。那你先洗一洗，我等你。你不是要洗澡吗？哦，我突然不想起来。你全身都酒味，赶快洗洗。怎么了？会感冒。你闭嘴！等一下，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听到没有？哦。转过去面对墙壁。没有叫你转过来，不准转过来，听到没有？洗热水澡就心跳比较快，那你再休息一下啊。不用了，我们去吃早餐，走。你确定？走啦。在一起吗？他昨晚就不见了。你有看到他吗？没有啊。诗海，昨晚上跑去哪里了啦？我，你怎么了？我。你为什么只会冒泡？
这什么怪病啊？不。你这只怂逼，这海派泡泡龙。你们干嘛？反正顺路让我们搭一下便车嘛。你们不是有私人直升机接送吗？我想看这个小马尾开车技术到底有多好哇！你这个怂逼，海派泡泡龙，拜托你不要再说话了好不好？满嘴都泡泡。他是你害的。为什么是你害的？因为他这……谁知道？他说的话你也听。走吧。反正我已经付了10000块了，我开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上面不，我下面也要。小马尾，你开车技术根本没多好嘛，根本就是龟速，开快一点呐！再吵要不要踢下去？哇，威胁我哎，我好怕，好怕哦。那你还不安静一点？打我啊！要不然你就打我，啊，你打！这样子啊！回来啦，怎么不开灯？我的世界一片黑暗，开不开灯已经没差了。又怎么啦？是你这个纵横情海的大情圣魅力失灵，还是我这个爱情顾问献错了计啊？二姐，你要带其他女孩子去引起申宝珠的嫉妒心，结果她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反而引起我的嫉妒心，这计划彻彻底底的失败了。哦，这你就不懂了啦。我又怎么不懂啊？女孩子嫉妒怎么会表现出来呢？那我怎么知道她们嫉妒呢？第一，她有没有故意跟别男人有亲密的行为？该不会你们两个还没接过吻吧？关你屁事吧！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两根香肠应该很难吃吧？啊，香肠又怎样？我最喜欢吃香肠。有。第二，他有没有莫名其妙对你发脾气？到底烦够了没有？有。第三，那他有没有不经意的对你有亲密的行为？有啦。那有什么？对哦，有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嘞。我只是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两个睡在一起了。你们这么快就做了？做你个头了，什么都没做了。都没做？那你干嘛睡在一起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啊你？我就想不起来怎么办了。去找他问清楚。我有事找你。我没空。
很重要的事。有比节目开播重要吗？三点了，甜心时间要开始了，老板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Feeling in Music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甜心，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四点的甜心时间。甜心趁着周末假日的时候去度假了，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。